Sport TV Shop, nhà phân phối dụng cụ bóng bàn uy tín tại Việt Nam.许昕是有这样的能力，但是没有这种系统训练之后啊，感觉还是整个人持平9-9。刘家良的发球，哇，漂亮！哦，还想策。 其实我们说，为什么许昕是啊？最后一个，哇，拉住我漂亮，哇，刘嘉良，高抛，接到正面，哇。 刘嘉良的这个衔接相持都是在中近台，能往前压就往前压，尽量把这个，好球，攻。 哦，好球！对，推的直板运动员的一个战术。我形成相持，正手位对抗。 好球，好球！啊，到正手位，也是为了限制住刘嘉良上手第一把的质量。没有这样的一个系统训练。 第三局，刘嘉良拿到了3个局点，好球，好球，这球也是打的。 更加是一个心理素质的问题，漂亮！继续回到双方的。 对，做侧身漂亮。不得不说，许昕这个脚法，看看刘嘉良在这一局当中怎么样去破局。 这还是有点关键分上，拎起来形成相持，压回反手再给。
哦，接球，徐新的发球，好好，顶起来侧身，正手位护一摆，我控制住台内，又擦了一个网。这场比赛双方都是难分伯仲啊。还是看随着剧本差不多啊，双方的能力都是有的。好球，过来，过哇，好球，哇，正手的对拉漂亮，拿起来侧身，哇，好球，哇，高抛，哦，顶起来侧身，甚至说只有他唯一一个，哇，夸张，啊，这哇漂亮，还是守住了这个，最后的比分是定格。Sport TV Shop, nhà phân phối dụng cụ bóng bàn uy tín tại Việt Nam.